过去两年半以来，两会一共签署了14项的协议，这些协议经过逐步落实，在保障两岸人民的权益、建构正常的交流秩序、促进两岸在经贸领域的合作等方面，已经产生了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然而在协议执行的过程当中，秉会认为仍然有进一步予以强化的需要，才能够真正符合民众的期望，照顾到民众的利益。例如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署，明显强化了两岸司法机关合作打击犯罪的力度，大幅降低跨境犯罪的案件比例，但在重大经济犯的遣返方面有必要再加一把劲。两岸空运协议使得两岸间交通人员的往来更加便捷，但仍存在有航班数量不足、机场时间带安排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克服。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签署之后，到今年10月底，已经有174万大陆民众到台湾来旅游，增加了两岸民众直接接触的机会，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提升效益，两岸应该针对增加大陆旅客来台每日的数额，以及推动自由行等事宜，尽早做出具体的安排。两岸食品安全协议建立了两岸间食品安全事宜的通报以及联系的窗口，为两岸民众的健康做好了把关的工作。但个别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所涉及的责任及赔偿问题进展不如预期，也有待双方共同努力，促成事件相关的各方尽早面对面协商解决的方法。总而言之，两岸两会从前年6月回复制度性的协商开始互动之后，双方秉持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的原则，持续针对两岸各个交流领域长期累积的问题进行沟通与协商，共同建构了有效处理跟解决问题的机制，使两岸之间的交流能够在稳定与可信赖的轨道上向前发展。过去两年，同时呢，我也非常注意到董事长讲到的，两岸现在在文化教育这个方面的交流已经很频繁了，一频繁就要衍生出许多问题，不频繁反倒没有任何事情。那么除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去解决。既然是一个好的事情这对双方都有一种好的事情。那么比如说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个我的看法，比如说现在我们两岸已经合作的进行拍片电影片，那么现在大陆今年的电影的票房的收入超过100亿，没有问题，明年和后年15年左右要突破300亿，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它对双方的经济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想文化交流和教育，比如说现在我们关于学生在这里读书也会要有许多问题可能会衍生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务实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与江炳坤董事长交换协议文本。